Lamigo 桃园队今天举办蜂王庆功宴，阵中三名洋将是球队今年拿下总冠军大功臣。对于会否去留，领队刘介廷表示朝这个方向努力，而林英杰中今年合约结束后去留也还要再讨论。中央社分享。Lamigo 桃园队今天举办蜂王庆功宴，阵中三名洋将是球队今年拿下总冠军大功臣。对于会否去留，领队刘介廷表示朝这个方向努力，而林英杰今年合约结束后去留也还要再讨论。桃园队本季三名洋投赛格威、史博威、道恩斯，例行赛总计贡献41胜，是球队今年包办上下半季冠军，顺利拿下总冠军的大功臣。对于是否考虑去留三名洋投，刘介廷表示当然会想要留，也朝这个方向努力，但去留可能要到今年底或明年初才会知道。刘介廷表示接下来还有很多行程要做，包括蜂王游行、日职罗德热身赛、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等。季后的球员阵容调整会以11月30日为期限提出保护名单。至于投手林英杰，刘介廷表示没有任何预设，包括他的去留，若要留下是球员身份还是教练身份都还要讨论。